居然有这么多人，这都是想拜入阴宗的。我去，那人谁啊？六个美女陪着。不知道，哪家的富二代吧。都是一群凡夫俗子，根本不配来我阴宗。真不知宗主为何要来这里收徒。他谈得真好，不像我只会打打杀杀。就你这细胳膊细腿也会打打杀杀？哼！又不是跟你们说话，别打扰我听音乐。哟，有脾气，我喜欢。哎，大哥，喜欢就把他带走嘛，反正他身边的男的就是个细狗，弱不禁风的。小美人，跟哥哥走吧。你们找打是吧？找个角落安静解决，我们是来听琴的。果然是个怂包，算你识相。他们这么说你，你都不生气？你会跟一只蚂蚁计较吗？要是蚂蚁能骂我，我肯定立马抓去养起来。会说话的蚂蚁可难找啊。宗主怎么还没到？我为什么要来给这群垃圾弹琴啊？可恶！这位姑娘，听闻阴宗自古就流传着《广陵散》一曲，不知可否让大家开开眼界啊？真的吗？要弹《广陵散》了？真是笑话！我阴宗何等高雅，愿意让耳聆听音律已是仁慈，就凭你们，也配听《广陵散》？这姑娘脾气有点暴躁啊。我只是……若是有资质入我阴宗，自然可鉴赏神曲，只可惜你不是那块料。广陵散罢了，我的家谱也会。大胆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侮辱我阴宗？那不如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的广陵散才是真的。大哥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分明就是想骗我演奏。这家伙既然会帮助弱者了，我也来。我看呢，他不过是阴宗外门弟子，怎么能习得广陵散这种神曲呢？你就别难为人家了。是啊，何必跟一个小姑娘过不去呢？美女，给你个台阶下去吧。可恶，都给我闭嘴，洗干净耳朵听好，就让你们这些土包子好好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广陵散。快夸我。干得漂亮。广陵散也没什么特别嘛。这是见识到了吗？这就是广陵散。金戈铁马犹如在眼前奔驰而过啊！琴弦之下就能感受到杀声震天，太惊人了。你可还有什么话说？我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。你谁啊？懂什么叫音律吗？哦，忘了给你介绍，他就是我那位会弹广陵散的仆人。你弹的确实有问题，和原曲有些出入。装什么装？你听过原曲就敢在这大放厥词？哎，还是你来说吧，跟他争辩显得我有点掉价。掉价？你知不知道老娘直播间每天晚上多少人，无数公子哥给我刷礼物，老娘都不带搭理的。广陵散虽然是少有的杀伐情烟，但除了杀意，还有隐隐的恨意。此曲中确实不只有杀伐，可是除了我阴宗，怎么可能还存在真正的广陵散？哼，嘴上功夫谁不会，有本事你来谈谈试试啊。那我变献丑了。听起来和刚才好像没什么差别啊。哎，这次又是哪里？那是我好恨，我好恨呐！
这扑面而来的滔天恨意似乎要把人给淹没了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广陵散，我输了。太感人了。啊，我把大家都弹哭了吗？对不起。你确实比我厉害，还很有天赋，不如你来阴宗做我师姐吧。啊，后入门的也能当师姐吗？我不管，你就是我师姐，还要叫我广陵散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抱歉，我还要跟随主人。你说那个下头男？啊，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了？我想不明白，是不是他强迫你了？我现在就去把他揍扁。啊，不是的，你误会了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开什么玩笑？